开心回家。要坐车坐很久。对啊，我每年回去又开车回去，我和我爸，然后就开十几个小时，特别特别远。快快！我家真的好远，真的是山里。什么心情？我现在就是跟回家似的那种感觉。你害怕乡亲们会盘问你吗？不怕。不怕，你都应付得过来。我这么多年当主持就是靠应变的，那可不一样哦。主要是要提防我那个嗓子比我还哑的姨妈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就是属于快准狠，一针见血，很厉害的。主要是姨妈，那我妈那边你把我姨妈搞定了，哎，所以我妈那边就几乎就大多数人都搞定了，是吧？姨妈，我觉得我不担心，谁不喜欢这大胖小子啊？又可爱又帅，又懂事儿。我觉得我去了就啥或者是什么任务、什么挑战、什么，我都觉得没有。是因为海涛嘴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哇哇哟，这么多东西！哎呀，好，欢迎来了，昨儿又来两个男的吗？哥哥，哇！哎呀，完美完美，泡菜泡菜。哎呀，你看那个背篓里面还背个孩子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头家那个背篓，对。唱那小背篓是你的吗？对，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地方的歌，就是我们那儿的歌，就是从小就是妈妈的背篓里长大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个金用吗？哇，超级金用！你要是保存的好的话，都可以，就是传宗接代。真的就是可以当那个传家之宝。关键你给我选一个材质质地好的，好不好？我奶奶家就有。看，海涛，你看这山里面，你看漂不漂亮？看那风景。对，哇，这就是全部是山道。哎，先修了一下哎，以前连这个旁边护栏都没有。你看以前我爸要去读书多辛苦，要走这么远，还没有这种水泥路，全都是泥巴路，求学之路不容易不？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你妈问一下情况？可以，我问一下 吧。对，问妈。哎，宝女，怎么样？那边什么情况？这边情况非常好。我的爸这的，坐你右手的都来了，像你相亲，好多人，来了好多人，我脚都没地方踩。坐你右手的啊，是你爸乡的啊，七大姑啊，八大爷啊，都来了。江老爷，那么夸张，那么夸张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死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会儿真的有点害怕。那个，我还有害怕吗？下山就到，我们穿了。看到没？老公，我们在等着你们。哇！天哪，好夸张！哇，好多人看，夸张啊！很隆重，很慎重的。天哪，感觉是婚礼现场。快来了来了，还要放鞭炮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放鞭炮，一个拱门。这个太夸张了，像不像我们村里办结婚的流水席？热烈欢迎助理主持人杜海涛和什么车回家？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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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！用热烈掌声欢迎海涛和萌子回家过年！海涛、萌子，欢迎到隆庆了！哇塞，这太热闹了吧！我害怕呀，我都吓坏了，因为我们村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人，就有一种我们俩来参加我们俩喜酒的感觉。我觉得这场面真是太震撼了，就是那种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还有鼓号队，我觉得这都是顶配，感受到了乡亲们那种热情在里面。我希望每次回来都有这些配置。现在让我们陕西的红色器官
来了一盒要喝的三打完酒，三打完酒，开始了，好，满杯酒，一杯酒，什么满城前人之力，后人先，好，干酒，哦，这是真的酒吗？真的酒，我得闻吧。二杯酒，花阿嘎。哎，他应该讲吉祥话吧？对对，他讲吉祥话。慢慢走，红军启蒙旗友，共同来欢迎。下面我们就带好头，入席。入席，入席。他已经有点晕了吧？哎，奶奶。还有奶奶，奶奶那个腰椎不好，腰不好，所以就奶奶的腰有点不舒服所以搁着点一个铁柱的椅子啊。对，我带了一个那个护腰的那个，一会儿给奶奶拿过来。对，热敷热就舒服了，一会儿就拿过来。可以可以，我坐的可以了。你们来以后，婆婆很高兴。大家都把碗接起来，和海涛共同干一杯。好，各位亲人过年好。我们海涛酒量很好的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又是一碗，又是又是一碗。我好久没喝那么正宗的米酒了。这里。嗯，恭喜恭喜嘛。好了好了好。咦，嘿嘿，那天天气很冷，天气很冷。同款同款，来来来，现在多吃点菜，多吃点菜啊！从来我们村从来都没有这么热闹过哈，对，是第一次，就是按照我们头家这个传统的习俗习惯，我们搞点叫做百家宴，来们欢迎你们。海涛来了，海涛来了啊！我们村来大明星，最高礼节。最高礼节，最高礼节，百家宴，对，就百家宴。我们村有多大呀？就这么大。每个山头，你看那个山上面也有人。哎呀，依山傍水，人杰地灵。这是山明水秀好地方。对对对。对那个菜啊，土特产是我们家乡菜啊，正宗的。海涛，这个是鱼，是最合理的鱼。海涛，这个是什么菜？你知道不？你先尝一尝。竹筒，哎，小米啊。对。小米蒸肉，小米蒸肉，东北那边有不？有，也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必须的一道菜。是是是是是，这里全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啊，自家人，先认识一下。这是爸爸的弟弟，叫什么？小苏。那就小苏。我们不叫小苏，我们叫幺幺。哦，幺幺。幺苏，你看他搞清楚了。叫二幺幺，二幺幺，二幺幺，哥哥吓死我！下起哄！鱼妈妈在哪里？鱼妈妈，哦，重点来，重点，就是、重点来了！就我妈那边，你把我姨妈搞定了，哎哎，大多数人都搞定了。哎呦！看起来精明能干，姨妈妈，姨妈妈，哎，姨妈妈，姨妈妈，哎，今天可能姨妈看上去有点紧张，就好像没有对我完全施展开拳脚，要不然那还得了。这是妈妈的哥哥，叫什么？舅舅，二舅舅，好，大舅啊，对，大舅，这个是二舅舅，厉害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是弟弟，这个就是那个我让你带好的衣服鞋的那个弟弟。是跟我是一个款的，有点瘦，还得再多吃点儿。这是我哥哥，说他小时候跟你长得很像的那个人。啊，继承我的位置，最小。我还给你做我们的妹夫。哎，行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姑爷，姑爷，二娘娘，二娘娘，四姨妈妈，四姨妈妈过年好，四姨妈妈过年好。我是阿婆婆，阿婆婆，哇，姑爷，是舅妈，娘娘，娘娘来。哇，七大姑八大姨，所以这流水席吃的，这根本记不住谁是谁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我们俩结婚吃流水席一样啊？来，我是知道他们有一个群叫一家人。我说你这有一个六十个人，我说我这一个年级的同学校友录加起来也加不出六十个人来。来欢迎，
辛苦啦，一六三。嗯。实在忍又干了。哦，那海涛酒量很好的。这个就不，哎，敬你来啊，来啊！你看敬酒来了，敬酒来了，开始了。所以宴席上还有敬酒附近，都有。我们要敬好地主之谊，这酒管够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米酒是吗？米酒米酒，可好？自己家酿的，自己家酿造的。你喝的酒的话，哥哥哥，明天邀请啊。哇，海涛，你也太实在了吧？嗯。东北的吗？又来了又来了，他东北人酒量是好的，他喝白酒的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好。嗯，好好。哎呦，哎又干了。所以我都在担心他。来吃吃点饭，吃点饭，吃点菜。没事没事。海涛你还好吗？我可以。感觉你脸红了。啊，没有。醉了吗？没有。哎呀。我觉得杜老师今天表现非常好，而且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湘西，然后见到那么多我的亲戚朋友们，然后他表现得非常的大方得体，我非常的满意。因为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吃百家宴，然后也感受到了亲戚朋友们的那种热情，就很温暖的那个感觉啊，也希望可以早一点融入这个大家庭，很期待说未来的湘西生活会是什么样的。